这是11个月大的边境牧羊犬，十字韧断裂。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大腿跟它的小腿有不正常的这样子错动，哦，然后每一次错动都会磨损它的软骨，所以疼痛，哦，会有不正常的，哦，咔咔错动，哈，哦，那做完手术就会好了，就不会再动了，那就不会痛了，好。